于小姐，你是不是给一家叫仁爱的孤儿院捐过一笔钱？啊，是有这么回事。我自己都要忘了，我是没想到，我还能当面感谢你这个恩人呢。那你怎么不谢谢我？我干嘛要谢谢你啊？当初还拿孤儿院要挟我。好了，都是过去式了，别生气，老婆。 我是说，童小姐的心意我心领了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要先走了。那有机会的话，真的要好好谢谢于小姐。怎么样？那笔钱原来是你捐的。真的不是我捐的。童天，哎。 生日宴，祝贺大家玩的愉快，于小姐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天非常美。庆祝完了，庄小姐非常漂亮。静阳，今天我跟天爱来祝于蕊生日快乐。童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谢谢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感谢你们来到我的生日宴。你有收购了一家公司，能给我们聊聊 PVC 公司那家的业务吗？太美了，你也很漂亮，天爱。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这位是秦总的女朋友，佟天爱小姐。你好。哎，佟小姐是哪个家族的千金啊？好像以前没有见过你。嗯，不是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秦总估计大鱼大肉吃惯了，没想到这次口味这么清淡。够了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。他们的话你可别太介意啊。没事，我不会介意的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沮丧一点？还是觉得这样的世界和你很不一样？ 是啊，我说不来，非要让我来，快去吧。哎。